看没发现，看了才发现。欢迎收看，哇，才发现。Apple， 来来来，今天有什么新发现？哎，我发现啊，前一阵子我们办公室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了耶。恭喜他们啦、啊！对，不过他们的下一步呢，就想要买一个房子嘞。哎，真的是好事哎，好为他们开心哦。是啊，嗯，这个时候也让我想起我当时刚结婚完婚以后买的第一栋房子的情形呢。第一栋，这样听起来你是有好几栋了。我也想啦，但是没有，只有一栋。哎，不过你说到买第一栋房子哦，我还记得当时买第一栋房子，我跟我老公有非常强烈的沟通，哎。有这么严重吗？买房子不是应该很快乐吗？干嘛强烈的沟通呢？哦，这个有买过房子的夫妇都知道。而且你说啊，这个年轻人刚结婚，那个钱也不多嘛，又想要买那种贵松松的好区呀、啊，哎，真的有时候就觉得是不是痴人说梦话、啊？他不是想给你一个幸福的家吗？不过说真的，他们小两口真的很烦恼呢。哦，在为这件事情烦恼啊？哎，没关系，你知道吗？我有个好朋友，哎，就是贷款专家 Alice， 我们邀请他来为我们年轻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谈这个购物的建议，让我 call 给 Alice。Hello Alice， Hello Alice， Hello Paul， Hello Rita， 你们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Alice， 好久不见了，哎。Alice， 你知道我们最近我们身边有些年轻的朋友想要了解这个购物相关的问题，接下来要请教你咯。是啊 ，Alice， 我们都知道你是贷款专家，也是投资专家呢。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给年轻人在第一次购物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建议，或者我们需要做什么功课啊？首先呢，其实在买房子的第一步，很多人都忽略的就是我们需要计算一下我们能够负担的房子的房价是多少。那这个房价就相当于我们的贷款的金额加上我们的首付。事实上，其实银行在审核我们贷款的时候，最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看我们的收入是多少。那银行是允许我们一半的收入，我们自己的税前的一半收入可以用在房产的开销加上你其他的债务。那这个收入其实是由银行根据你所提供的工资单啊，公司开的 W2-1099 还有你的税表去决定的。那有很多人希望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尽可能多的收入都通通算进去。那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能够找到你的地产经纪或者贷款经纪和银行去做一下，给你做一下 pre-approve 的评估。哦，好重要，这个税前的一半，哎，这样投入，哎，这样算算，我们真的得好好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 afford。我记得我朋友那时候，哦，超惨，他买了一个超贵的，在他能力所及以上，哇，都过得好辛苦，都不可以跟我们到外面吃饭了。所以购房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了。当然咯。OK。那刚才 Alice 有跟我们提到 pre-approval， 这又是啥东西呀、啊？Pre-approval letter 就是让那个贷款经纪和银行来审核一下你能够购买多少价格的房子，你可以贷到多少款。但是很重要一点是 Pre-approval letter 不能代表或者担保你在买房子的过程中一切都没有问题哦。因为有的人有很高的收入，那他们可能贷款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些人 OK， 你找贷款经纪跟他讲一下你的资讯，可以 get 一个 pre-approval letter。 可是有些人，其实我们遇到很多人是打工人呢，他们在不同的餐馆打工，或者医生也可能在不同的诊所工作，所以他的收入是非常的不固定的。那这种人，我最好我希望他们能够拿他最近几个月的收入工资单和你的 W2 和1099给你的贷款经纪去审核一下，看看银行可以为你计算出来的贷款额大概是多少。那还有一类人是小雇主，自己是做企业的，那我不知道我明天工作是不是一切都顺利，是不是有盈利，那这些人的收入是不确定的。所以这种人的话，最好拿着你的税单去给银行，让他们做一个叫做 TBD underwriting 的 pre-approval， 这个很重要，因为只有 TBD 的 underwriting 才是真正能够保障我在贷款的时候呢，我的身上是没有任何问题，主要的问题可能出在其他地方，但是在贷款上也是一个绝对的保障。哦，你这样懂了没有？哇，什么三个字？再说一次。对 ，TBD underwriting。OK， 所以还不是只是拿到一封信就可以了，一定要有这个 TBD。
V 搞不清楚嘞，再说一次吗 ？Alice， 这是决定，就是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的地址没有决定，所以叫 TBD to be decided。然后呢，房子还是你还是可以银行根据你的状况继续进行一个 underwriting， 所以叫做 TBD 的 underwriting。所以一定要 TBD 拿到，我们才可以很确定，才能确定我们贷款到多少。哎、嗯、，OK， 那我现在就比较清楚了，是回去可以跟他们讲一下。哎，那一个大问题来了，什么？买房贷款，那首付呢？很多人都跟爸爸妈妈要。哎呀，我也想哎、欸，我也是。那 Alice 啊，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首付的情况，可以吗？那我们的首付呢，其实大多数人是从我们的存款，那现金账户、支票账户，还有股票基金的账户来的。那还可以呢，首次购屋的人是可以从 401k 借出来钱，借我们的退休的计划的一部分钱。那大多数的年轻人，我们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父母或者亲友给的 gift。那这种 gift 其实是有规定，就是说银行要看 gift letter， 那 gift letter 里边会要填到说你这个亲戚跟你的关系，那银行能够允许的最远的亲戚关系就是表兄弟或者是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 OK。 那还有就是在给予礼金的时候，不要先急着把钱存到你的银行，最好呢等你拿到 offer 以后，根据 lender 的要求，因为 lender 有的人是希望，有的 lender 是希望你把钱存到银行账户里，让他们看到整个 track。 那有的 lender 希望你最好就直接把钱存到 escrow， 那 depends on 这个 lender 的要求去做，这样的话会比较有保障。哇，超感谢 Alice 今天给我们有很多的 tips 哦，这个首付哪里来啊，我们要怎么买房子啊，刚刚 Alice 也讲到要找二等亲诶，不过我还是很想问你，如果有干爹干妈拜托给我介绍一下。不过刚才 Alice 讲，您刚才讲的二等亲干爹跟干妈好像只是额外的协助。好了好了，但是持续看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新的 idea 哦，解决你的理财问题，成就你的人生梦想。哇，才发现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哎，那你不是很好奇说贷款要从哪里来啊？贷款伤脑筋呢，有钱的亲戚这种都可以讲一下。跟干妈跟干爸、欸、你有什么干妈可以介绍？干爸可以介绍我，我要干爹。